是我，你是我，我是谁？对，特别好奇，就是你当时成为就是女团成员的契机是什么？契机就是大家都知道我想当明星，就是我身边的人就会说，哎，这个有一个什么面试的，你要不要去？然后就去了。就觉得啊，果然我还是要成为大明星。对。无敌是多么多么寂寞。就是该。哎，不行，你这干嘛？我为什么要对啊？被你进入坑里，被你套进坑里面。现场有准备一段你自我介绍，就曾经的作品。我不想看这种视频。当走进便利店买了肥宅水，我不看行吗？这太吓人了。显得我萌太美。啊！哎呀，我不行了，不要看了。下面是林凡的雪耻时间。我要的就是想象，那些想象就是我的方向，阻拦下所有困难的巨石击碎，全都转化成我的梦想。你要给我听好，一定听好我给你的忠告，时代的进步变迁就会告诉你，我的蛋糕酱油我来领导。以下一个是给你的入坑指南，第一个指南，钟爱土豆的做饭小能手。你有喜欢到什么样子？小时候有一段时间我可以连续一个月就吃土豆，每天就只吃土豆，我只想吃土豆。可以让你研究用土豆做一个创意料理。我还是喜欢经典款，鱼腥草、香菜，这些就是很多人不能接受的东西。那节目其实伙食是怎样的？挺好的，很好吃。你摸着良心说，我们的盒饭很好吃，我很喜欢。我们有清真餐和普通餐。普通餐是什么？普通餐就油会比较多一些，有猪肉；清真餐就没有猪肉。差别其实是这里。你默默的干嘛？是不是说的好高大上？其实这个感觉好像是要不是什么，就是特别高的感觉。不是，其实这是一个盒饭里面才几个菜。然后下面一个其实是长虹出关，就是他在长虹出关第一件事情是干啥？第一件事情是去吃了烤肉。其实你有很多四川老乡，他们的名字就是对刘林姿是。你后来就是你看一下节目嘛，就当时你送他你。然后陆克然当时一直在吐槽，陆克然这么多年了，他现在都没有送过我东西。陆克然他就是小心眼加上记忆有问题，他居然说我没有，他是过生日的时候没有碰。我现在真的，我又叫他下去吃东西，给他吃东西，又给他做饭，专门带他去，我们去逛街，我说走，我们去店里面，我给你选一件衣服，然后我给你买，然后给他做生日礼物，然后他还选了一件黑色的衣服，还经常穿。居然，他是作风的，居然说我没有。他有自己承认自己就是小心眼，他还给我写信，我跟你说。下一条就是可盐可甜，精神撒娇。大家把这个评论就有点小公主的气质在不断的外露。我是啊。会担心离库越来越远吗？担心，为什么要担心？就一开始还是会担心的。教一下你撒娇三件套，就是谢谢了还是这样说，是吧？是不是？谢谢。你确定这是撒娇？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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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谢谢谢谢谢谢啊！干嘛呀？天哪！生气？嗯。拒绝？嗯。不要不要啦！这哪是撒娇啊？这个你赶紧走开！那我们其实有准备一些收集的粉丝的几个录音，想让你听一下。18公格，赶紧啊！18公格。我每次按下那个键，就是就拍到自己闭眼的。其实没有定日期嘛，但是有的，因为对于这个粉丝的回应嘛。对，未来还有100年，就是说不定其中的某一年的某一天的某一个小时的某一秒。太棒了！就是他们平时的那种，就孔雪儿啊。你一直在看的出来啊？都看了半年了。蔡卓宜吗？错，不是啊。错了，他现在可怕。哇，这是谁啊？这样都加了半年了。Kiki，Kiki 在我心里面就是比较帅、比较逗的，这种比较清纯。刘雨昕啊，我现在能认出来了，你知道，就是他新的导师合作舞台。替雨昕，裴晶晶。你知道我见了他四次都没把他认出来。为什么童年照怎么认啊？还是虞书欣吗？还在怀疑。是虞书欣吗？那个这张图，哈哈哈哈，是一种感觉。不是感觉脸上的肉好嫩。
我没有吃过。还没吃过。真的。啊。我现在的体重在。哇，几个月都没有。